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809年，10月24号，花莲港，花莲港，看一下他们，现在哇，这边一堆，十点整，哇，花莲港桥边那边都满满都是。应该下船了，然后走过去吗？要吗？因为有点，啊不然，旁边都满满都是人，我们再过去啊，稍微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啊，那边比较看岛，没有这边。我们这边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备船，应该快下船了吧？人生第一次参加新车迎新活动，对啊。感恩各位，就那样，拜拜。